爱学家己，弟弟，予你好缘结甲满厝边。土城区人民里里长蔡皇帝和志工袁振宇主持台语说好话课程，阿公阿妈跟着一起讲，学习嘴爱耳和滴滴滴，吼哩吼恩格嘎莫醋逼，要教导大家说台语的祝贺词，迎接金鸡年。平常习惯讲台语的老人家，这时候却不习惯说这传统的台语四句联。恩爱结好套套套，哎，恩爱哟结。这透透，你走，你走倒位拢会到诶。哎啦，对啦，对啦。甲你考试，你个头脑未跳啊？安尼做好。还有好笑无？有啊有啊。再过一个礼拜就过年了嘛，让大家除了讲一些吉祥话，那也讲一些春天的话，对不？哎，祝贺话，我大家过年祝欢喜安尼。因为咱普通时来讲台语吼，就是平常的话啦吼。啊，你若讲最近过年过节吼，啊，要来讲这个咱所谓迄个吉祥话是好话吼，啊，嘛是爱去稻谷呢，吼，即有押韵的部分吼。啊，想来讲啊，着挖年糕啊吼，咱着应景一个，啊，啊，才时段吼，加减互因学两句啊吼，啊，大家小见面的时阵吼，都咱互相来祝福一下安尼。平常少用到的台语好话，要让大家学起来特别有趣。里长说，举办公餐以来，不只要准备丰富的伙食，还要搭配上有趣的活动，营造出社区是一家人的氛围，让大家喜欢来到这里。而土城区长杨志宏也来到现场，向长辈们拜个早年，带着大家一起动健康，祝福长辈健康吃百宜。配合西北市政府朱立伦的一个动健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他这大哥会带很多老人做一些不同的游戏，然后增加整个一个在迎那个共餐的过程中会有更那个更多的一个情绪在里面，大家会更欢乐更好玩。那我们本身认为是说，只有请老人家来吃个饭哈，好像这个比较单调。我们要透过一些活动啊，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游戏啊哈，吸引他们说他们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共餐，这样子比较活泼啦。转眼间要迎接新的年头，里长和志工们的贴心设想，学会说台语祝贺词，给大家准备过年的祝福好话，要让长辈们学得会，带回去家里说好话。这样一来，新后、免后、娶个后，樱花互鬼登楼楼。数位天空新闻土城报道。